现在宣布钻天猴获得本次模仿大赛的冠军。好痛啊！哎，钻天猴，哎，想不想做明星？明星？想不想进娱乐圈发展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跟我来！喂！你行万里娱乐有限公司 CEO 兼经纪人兼星探追风啊！哈哈哈哈。钻天猴，你天生就是做演员当明星的料。哎，我准备包装你，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实力派加偶像派的大明星。大明星？我觉得吧，还是刷盘子适合我。钻天猴，你相信我呀，你具备一个大明星所有的气质。告诉你。那个唱三节棍的明星就是我追风发现的。不会吧，这是你发现的？那当然，要不是我发现了他，他现在还在街边卖大力丸呢。那我也可以像他一样成为大家的偶像嘛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耶！我也是偶像，我也是偶像。喂，做明星能喝酒吗？你想喝什么酒就喝什么酒。我们啊，边走边聊。明星最重要的就是包装，就比如……对，就这样，就保持现在的造型。从现在起，你就要以这个造型见人，你将开始崭新的明星生活。钻天猴，你这家伙又跑哪儿疯去了？快给客人们上菜！大明星钻天猴今晚为大家献上一曲。我是大明星嘞，钻天猴！你会个聋叮咚啊，钻天猴！你弹的什么鬼曲子啊？干活去！等等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钻天猴就是明星了，再也不跑堂了。除了拍戏、签名、代言，其他事一概不要来烦我。我忘了，钻天猴已经不跑堂了。钻天猴，我们永远要支持你。钻天猴什么时候成明星了？这个小胖，都告诉他几次了，酒楼不卖糖葫芦。不对，我已经不是跑堂的伙计了，我现在是大明星。各位粉丝好，各位粉丝辛苦啦。别着急，都有份。钻天猴，听说你成了大明星了，我怎么都没看你演过戏，也没听你唱过歌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今晚大家乐大戏台将上演本大明星的开山新作《武松打虎》，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捧场啊！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演唱会门票。追风，你真够意思。拿去。谢谢，以后要是还有这样的好事，一定要找我们呢。好说，今晚记得去给钻天猴加油哦。没问题。是啊，演出都快结束了，还是没看到他。他不是说一直都在台上吗？可台上除了武松、老虎，就只有那棵树了。那赢了。
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嗯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演得不错吧？啊，嗯，你在台上吗？我们都没看到你出场。你演的不会是老虎吧？你们什么眼神呢？看着啊。演的就是那棵树，对对，还是皮皮演技，怎么样，演得不错吧？我一动都没动啊。嗯，树需要演吗？钻天猴，你能不能演个有点技术含量的角色啊？有，明天上午我还要出场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角色。记住，我可是大明星。真的？当然，还有台词呢。哇，那我们就等着看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肯定不是什么好角色。那我们还看不看呢？撤退。吉皮、秀秀、小胖，哎，那天你们怎么走了？我们突然有重要的事情。没关系，给。今晚呀，是我这个大明星艺术人生重要的转折。追风啊，给我找了个量身定做的角色，有台词，有表演，今晚一定要来看哦。太好了，替他来看演出。快呀，快呀，要开始了。我有点紧张，我也是。真好吃，开始了。我乃美猴王是也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钻天猴总算演了一个好角色。我乃美猴王是也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怎么有两个美猴王啊？太厉害了！好棒，好棒啊！真精彩呀，明天还要看。演得真好。是呀。哎呀，是我演得好。就是嘛，那个演真美猴王的比钻天猴演的好多了。钻天猴一看就是假的美猴王。要不是追风给我千里眼演唱会的票，我才不假扮钻天猴的粉丝呢。是啊是啊，一点面子都没有。大明星，要总演道具和跑龙套的大明星了。少了钻天猴这个活宝，这酒店好像少了什么呀？是啊，钻天猴在的时候吧，还能看到他耍耍杂技。唉，也没人陪我喝酒喽。是啊，乖乖个龙地洞啊，我都找不到人骂了。大家，朱叶青。再给我来盘茴香豆，茴香豆一盘，来啦！嘿嘿哈哈，钻天猴，你的茴香豆。啊，钻天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嘿嘿嘿嘿，朱叶青啊，我回来了。钻天猴，你，你说回来就回来呀？啊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罚一个月工钱，洗一个月碗，扫一个月地，做一个月饭。
么好，我却这么无聊。怎么搞的呀？最近也没有人来报案。跑那么快！哎呀，谁呀，小子，慢点跑！我要追到你了！喂，看着点儿。四大名捕，哇，传说中飞檐走壁、武功高强的四大名捕，我的偶像，我的梦想。哇，第一，不想画画的捕快不是好厨子，太有型了，这话说的，不太懂。却好像很精辟，好书好书。一二，哎呦，哎呦，疼啊！能像四大名捕那样料事如神，打家劫舍？哦，不对，是厨房安良。大家都会找我破案。名捕快如夜。可是树里那么多离奇的案件，我怎么就遇不到呢？快来报个案呀！最好是那种连环答案。再谈盗窃案也行啊。不行，看来我得主动出击。这四大名捕中说了，罪案无处不在。要想当名捕，就要有一颗善于发现案情的心。谁？没人。痛死我了。里面放的一般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画得真不错。如月。如月，你有毛病啊，有门不走，干嘛踢我的窗户？如月，你不会是感冒发烧把脑子烧坏了吧？哼，你才脑子烧坏了呢，少害我破案。书上说，一般画框的后面不是有暗道，就是有密码箱。没错，就是它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幅画你别乱动。哼哼，我名捕如月的眼神早就看清了你的所思所想。老师，你就老实交代吧。我交代什么呀？这幅画后面。后面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？你自己看。哼。实心的。你闹够了吧？给我出去。作为名捕，首先要有强悍的心理素质，其次还要善于发现蛛丝马迹。我的话。我的画呀！嗨，难道我的推理错误？好吧，错误总是难免的。如月，反正就好。如月，你给我站住！总要给明捕一个成长的机会嘛。如月，你
你给我站住！赔我的画框，以及我的名誉。如月，你休想跑掉！哼！我们去哪儿踩点啊？就在那儿。这次一定要注意，小胖，每次都是你坏事儿。哦，知道了。出发！坏事儿。这几个小鬼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！哦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！一定有阴谋。哇！嗯，为什么是棉花糖？有古怪。妈妈，那个人好奇怪。嘘，别看，别看，快走。皮皮，好像有人在看我们。嗯，在哪，在哪？快走，小鹏！快跑！哼，终于露出原形了。别想跑！站住！站住！他还在追啊！他干嘛追我们呀？不知道啊！快跑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别想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钻天猴哥哥，救命啊！钻天猴哥哥，这个坏人一直在追我们。哼，你们两个跑不掉了吧？哼，你是不是要贩卖人口？什么贩卖人口？那两个小鬼正准备干坏事呢，赶快把他们交出来。干坏事的是你才对吧？叔叔阿姨，快来救！有坏人！坏人？坏人在哪？在哪呢？坏人在哪？在那儿，在那儿。他是人口贩子。等，我是如月，居然还敢假扮如月！是我呀！也没说当个民捕这么狼狈呀，这一脸的汗呀。有时作案工具会隐藏在一个看似合理的地方啊，真是学海无涯，学无止境呐，太精辟了。他很可疑，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捕。呀！放下你的兵器！你呀！嘿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别看你藏得深。我藏什么了？这是作案工具吧？这是工具不假。铁锤承认了吧？我如月要成民捕了！我要成民捕了！是我打铁的工具呀。如月，如月，快把铁锤的大锤还回来！乖乖个龙叮咚啊，我的铁壶还要补呢，你快点儿！还有我的锅，再不补就没法开张了。还有我的蹄子，再不补我追风就得改名中风了。快出来，如月，如月！快给我出来！如月，如月，如月！还给你。呵呵，看本四大名捕就把你看得走火入魔了，快跟大伙道歉。嗨，算了吧。铁锤，赶紧回去补我的壶。哦，好，咱们都走吧。看你惹的麻烦，进去吧。我要报案。小胖，你报什么案？我报丢书案，这本书是我的。如月。那我先走了。当民捕可真